血腥头晕求诊，生病原因小翻众人。谢欣他就是有一次，他就说他头真的好痛好晕，他不行，然后就陪他去看医生，就跟医生讲说他真的不行了，然后告诉人家说他出了几天外景，然后晒了多少太阳，他头好晕。医生就一直默默的看着他，然后就把他头上的发箍拿掉，他就说这是谁的发箍，他就说我侄女的，他就说你可以回去了。他从头到尾是因为发箍箍太紧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